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唯独基督。经文是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二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的话呢，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这个加拉太书呢，是使徒保罗写的在圣经新约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因着神呼召他为外邦人的使徒，将这个建立教会的重担托付给他。他和他的同工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读保罗书信，读新约当中的其他的使徒的书信，我们就看到了教会的建立是充满了波折，充满了风浪。以前我曾讲到哥林多教会的话呢问题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那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罪所捆绑，并且的话呢他们有的弟兄非常骄傲，开始呢认为是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品行有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保罗不得不做一些的解释，虽然是个误会。后来的话呢又有人怀疑质疑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保罗不得不甚至在哥林多书中拉了履历表回应那些。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宣教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都不能跟加拉太教会所保罗使徒保罗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因为加拉太弟兄姊妹那里所面临的困难，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是因为那里的问题是有人在传别的福音，而这别的福音，传讲别的福音，是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直接的挑战，动摇了当时弟兄姊妹信仰的基石和根基，所以是非常严重的。在这一段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当中的话呢，有在新约圣经当中，甚至是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最严重的这个用了使徒保罗最严重的这个词，就是咒诅，而且呢还是重复提到咒诅。这是提到了当时在加拉太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问题。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呢是咒诅，像英文的话呢词的话呢是更加的严厉，英文在这里用的词是 internally condemned。所以呢这是使徒保罗所能想到的最严厉的这个警告。我们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为什么这个他的问题呢？加拉太教会当时的问题呢，之所在是哪里呢？他这个别的福音是什么呢？他这个别的福音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有人在加拉太教会教导这个基督耶稣和他的福音的话呢，加上犹太人的这个律法，加上犹太人的传统。要当时的这个信徒的话呢，如果不割礼的话呢，就不能得救，等等。所以让我们来开始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1章6到7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开始的话呢，就是他想到了说，我非常稀奇你们离开这个福音。这个我刚刚读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体会使徒保罗当时是一个非常痛心的一个状态。他刚刚建立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花了极大的精力和很多的摆上，但是呢，当他离开以后的话呢，这个加拉太的信徒的话呢，就非常的容易。就离弃了主耶稣基督，以主耶稣基督为核心的福音，就去从了别的福音。刚才讲到这个福音，这个别的福音的话呢，我们读加拉太书的话呢，其他的章节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上面的话呢，又添加了其他的东西。实际上的话呢，纵观教会的历史，从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初代教会的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这别的福音的问题的话呢，从来就没有止息过。而且这个别的福音，为什么当时很多的弟兄姊妹会听信这些别的福音呢？他这里讲别的福音，不是完全跟我们所宣讲的纯正的福音完全不一样的福音，而往往是 often 是这样的，是在我们纯正的福音上添加了其他的东西，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在这里，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的话呢，是在这个纯正的基督福音的基础上的话呢，添加了犹太人的传统和犹太人的律法。我们讲到这个犹太人，他的传统和他的律法呢，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我记得以前呢，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老电影，它叫《Fiddler on the Roof》，就是中文翻译上就是房顶上的小提琴手，非常著名。如果你问你的孩子的话呢，他在学校里都提到过，甚至还学习到。这个电影呢，开始的话呢，我记得的话呢，就说。第一个词就是 tradition，就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演员的话，他当时就说一上来就说 tradition，就说这个传统。我们知道那些保守犹太传统的这些犹太信徒的话呢，是非常注重珍视他们的律法，他们的 tradition。他们将经文 scripture 呢写在他们的，甚至写在他们的衣裳。袖口上，而且呢，定时的话呢，需要这个向神祷告，所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又说，为什么当时不管当时还是现在的话，就说很多犹太人的话为什么会注重这个律法和这个和他们的 tradition 呢？这个呢要通过他们的这个历史，犹太人的历史来看。几千年以来的话呢，自从神拣选犹太，他们这个民族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过他们的历史呢，真是血泪的教训。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训的话呢？如果他们所知道的话呢，如果遵从神的律法，他们呢就蒙神所祝福；如果他们摒弃
撇弃神的律法，他呢就为神所惩罚。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数千年里来的血泪的史啊，血泪的历史，就不断的重复这个 pattern， 这个规律。如果遵从律法，受蒙神祝福；如果这个撇弃神的律法，离弃神的律法，就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呢，这个民族的话呢，就是在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遵从神的律法祝福，撇弃神的律法受惩罚的这个 cycle 里不断的重复。他们所以的话呢，这个律法的重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呢，加拉太信徒呢，当时的话呢，也是犹太，原来是也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的话呢，接受了福音，但是呢，这个律法对于他们对律法的认识呢是根深蒂固的，是 deep in the bone， 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就说这个唯独基督的这个福音。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在这个加拉太书3:26-29呢，这里呢做了一个总结，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并且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也披戴了基督。而这里的话呢，并不是因着你的这个种族血脉而差别，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有着差别。所以说这里在讲到的话呢，是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在世人面前所拥有的隔阂，民族、国家，这个男女性别的隔阂，都不是这个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福音的障碍，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而且呢，我们呢可以在圣经当中称为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在讲，就说这个福音的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是老基督徒，我们需要 message， 要 more advanced message。这个福音的这个可能讲这个初信的或者说慕道的朋友，我们这些呢，对于我们可能是小儿科了，我们需要更加高级的 advanced message。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真正的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了根基，我们也无从谈到我们向别人传讲福音。所以呢，这个真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内核，我们必不可少的根基。在这里的话呢，使徒保罗呢真的是非常的痛心，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呢，这么快就离弃了这个以基督的福音，因为他们偏离了这个，信从了别的福音。我们知道这些别的福音的话呢，我刚才提到了，是因为它并不是完全跟我们所传讲纯正的福音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因为在纯正福音上加添了一东西，所以非常具有迷惑性。从教会历史上来看的话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的话呢，就遵从了其他的这个福音，因为它的具有了迷惑性。所以呢，在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信徒呢，认为神的律法呢是他们以前学旧约的当中的话呢反复强调的，怎么
这个怎么会出现问题呢？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去遵从神的律法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值得夸赞的事情，怎么会成为福音呢？当时的很多加拉太的信徒的话呢，还生活在这个旧约的当中，他并没有了解这个新约，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福音，这新约这个光彩照耀的新约的这个真理，并没有领受到，还活在这个旧约的律法当中，律法的束缚当中。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五章一到四节当中呢，去讲到这个别的福音的这个危害。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当时加拉太的信徒的话呢，他遵从教导的话呢，遵从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特别是呢割礼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礼仪，一定要遵守。但是呢在这里的话呢，使徒保罗呢把他们的一个性质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认为的话呢，就说他在这里讲到，就说你如果遵从原来这个旧约当中的这些律法的话呢，以此作为你得救的根基的话呢，你就成了欠了行律法的债。欠了行律法的债，这个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你是要靠律法称义，那它的后果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神的律法不好，但是如果说你信仰的根基是在于你觉得你做这些能够行出律法的这个事情，如果你以此作为你得救的确据，那么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看一看，就说这个到底这个律法和这个福音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中呢，这里讲到，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就是说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行出律法作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呢？就是因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在想，就是说哎，我这个人很好啊，我信主以后我行为端正，我做好人好事，我去做了很多在教会里或者在别人眼前值得称道的很多的事情，我有很好的这个成绩单。但是如果你的信仰只停留在这方面，你的得救的确据只在这方面的话，没有认识到这个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称义，这在
这是使徒保罗引用哈巴谷书二旧约的哈巴谷书二章第四节中呢，这个经文是义人必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那我们的信仰就真成了问题了。原因是，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而且凡不朝仗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我们可能有的方面做得很好，但肯定有些方面在律法神的律法的面前的话呢，肯定是有欠缺的。如果不是能够行出一切律法所要求的，就被咒诅。因为我们是因信得救的，在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中呢，这里讲到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了，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这里的话呢，是给这个律法与福音的话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它这个律法的功效是什么呢？律法的功效呢，是我们蒙训的师父，是我们的师父，是能够，是律法的功效是引导我们来到基督那里。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当中讲到了很多的律法，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些的话呢，都是对于我们有益的，因为呢，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师父，他这一切的这个讲述的道理都直指耶稣基督。当新约这个因信得救的真理到来之后的话呢，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原来是在镜中模糊照耀了。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呢，将这真理呢向我们显明了，就是这因信称义的真理。当这个真理到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呢，这个真理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加拉太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的话呢，他们没有明白这个真理，不明白如此光辉灿烂的这个新约的这个恩典，还浮在这个旧约律法的束缚之下，所以呢，既可悲也可叹。这时候呢，有人在问，就说说我们今天明白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明白了这个我们不在律法的恶的之下，不在律法的束缚之下，难道神的律法就没有用了吗？难道我们就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吗？实际上我们不能够做的，不能这样做的，因为神的律法是圣洁，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也不能够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还是要不能够将那神的这些律法呢就是置之度外。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行出这个律法呢？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在律法的束缚啊，我们那就受了咒诅。我们今天呢是得以自由，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行出这个神的生命来呢？所以呢，这个后边呢就说在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呢又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要当顺着圣灵而行。这里讲到，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的话呢，经常还是有的时候呢为罪所胜过，有的时候的话呢也在罪中可能有一些挣扎，一些苦恼。有的时候信主很多年以后的话呢，有时候说，哎呀，我今天为什么又为这件事情动怒了，我又为什么对这位弟兄不满，或者说我为什么这样，本来我应该这样做的，但我偏偏做不出来。我们怎么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神圣洁的生命呢？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挣扎。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有时候在想，就说我做的这样的差，这个神会不会对我很愤怒。有的时候甚至在怀疑我有没有真正的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呢，总是在想我要做什么，我要说什么，不停的在其中有这样的挣扎。我记得前些日子我看一个美国的一个电视剧，其中讲到有一位姊妹，教会里的姊妹，她在至少在外表别人眼前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姊妹，每天呢每个星期都去教会敬拜神，而且呢做很多的好人好事。但是的话呢，她呢却是真实的她呢却活在了罪中。所以呢他每次做完坏事以后的话呢，他呢又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呢他就搞了一个这个刺的这个箍放在这个腿上，大腿上呢，来惩在肉体上呢惩罚他自己。原因呢是每次做完坏事以后的话呢，他就去在肉体上惩罚。以此呢就缓解呢这个内心的挣扎。实际上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怜可悲的一个景况。这一切在肉身上这些一切的惩罚鞭策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他不断的会再去做坏事，做完坏事以后呢又来惩罚他自己。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上的话呢很多以前有一些这个修道士，他呢就是为了对付自己的罪呢，就把自己呢和很多这些志同道合的人呢就生活在修道院当中。这修道院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看教会的历史都知道，就说建的很多是人迹罕见的地方，或者在悬崖峭壁之上，有点像中国的很多的庙宇放在这个人迹难至的这个高山丛山峻岭当中。他这个目的呢话呢是想着跟这个世界脱开，这样的话呢在修道院中呢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修道院的院墙呢不管有多么高，修道院不管是在多么高的悬崖之上，这罪，这人心当中的罪是没有办法阻挡。在这里的话呢我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马丁路德，他呢原来也是一个修士曾在修道院中呢有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马丁路德的话呢，他当时为他自己的罪呢有很多的挣扎。他为什么呢？他觉得就是说他阅读神的话语，特别是这个新约的圣经的话呢，他阅读他越心里越有恐惧。为什么的话呢？他按照神的标准，如果说你不自欺的话，他就觉得他真的是处处都违反了神的这个律法。以神的标准来看，他处处一无是处。所以的话呢，他有很多的挣扎。他在修道院中
刻苦己身的进修，他参加这个朝圣之旅，他到这个从他所在的地方，德国那个地方去到当时的罗马。我们知道罗马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现在成为一个景点叫 Spanish Steps， 大家非常熟悉，它有很高的这个台阶。这个马丁路德就是就跪着上面不断的跪行和祷告，为他的这个罪祷告。从底下到爬到了上面，就以这种苦待己身的方法去求得心中的平安，但是心中没有平安。他直到他读了这个加拉太书，读了罗马书，他终于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他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释放。他跟他的其他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讲到，就说他读加拉太书的时候的他的感受。他不但读，还特意为这个加拉太书做了详细的注释。他在历史上称非常有名的这个 Luther's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非常著名的这个注释。他跟他的这个其他的相知的弟兄姊妹讲，他说他说他如此喜爱加拉太书，他呢就是与加拉太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他呢就说wedded with 加拉太书，就是说他与这个加拉太书结婚了，就是说他这样的爱如同爱他的这个妻子一样。所以的话呢，他这里的话呢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加拉太书这里呢，这个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段呢，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我们平时在想的话呢，总是在人看来都是这样一个 pattern， 就是说我是因为行出了神的律法，我做了好人好事，我 do good， 所以呢我得到了神的这个赐福，在神面前的话呢得到了这个有这个 blessing， 这是我们平常人来看到的这个 pattern， 也是当时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所认知的。就说这个 pattern 呢，我在这里重复一下，就是说做好事，行神的律法，然后呢神就祝福你。这也是我们读旧约圣经当中的话呢，它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pattern。如果说你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呢，神的话呢就会惩罚你，就是这么一个这个 pattern。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新约的真理，领受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这个福音的话是我们白白得来的。所以的话呢，我们领受了这属天的这个生命，这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这是白白得来的，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完全因为相信。而我们有这个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领受了圣灵以后，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给我们以能力，能够胜过我们身上的罪。所以是因着我们的领受神的恩典，白白得来的，成为神的儿女，这个 identity， 有了这个 identity 以后，我们才能够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 pattern 是完全不一样，是我们先领受了，白白得来的，是恩典，领受这恩典，我们才后面我们才能够行出来所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这个。所以呢，但愿弟兄姊妹有智慧，能够不要再活在旧约当中，要今天呢不要像加拉太那些基督徒那样还活在旧约当中，要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神得救的这个真理。我们接着看，就是说这个保罗的话，使徒保罗的话呢，在第八节和第九节当中的话呢又再一次强调了，
这个为什么现在这个这么样这个重要。八节到第九节我们看一下，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里的话呢，我们讲到的话呢，我们是这个讲到圣经的教导的这个权威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中，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所以呢，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应所有的要遵从这个圣经教导。无论谁，如果在我们这个圣经的教导上添加任何的东西，无论它是地位如何，多么有显赫的权势，或者说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学问，无论是谁在我们这个圣经当中添加任何的东西，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妙，我们都是要有警惕的，我们都是要拒绝的。原因是那些传那些的是应当被咒诅。我刚才提到的话呢，这个咒诅的话呢，是圣经当中是最强烈的这个警告，是使徒保罗当时搜遍了他所知道的所有的词典所找到的一个最强烈的警告， internally condemned。 所以的话呢，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当中的话呢，不能够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不管那些是什么。我们又在这里的话呢，也强调了这个圣经的神的话语的这个权威性。原因的话呢，为什么神的话语的权威是非常的重要的话呢？原因这个世界呢，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个罪的世界。人虽然知道神的话呢，但是呢，并不尊重他。神的话语虽然教导我们，但是很多人的话呢，虽然知道神呢，却不当做神的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讲到这个罪恶的世界的话呢，这个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的境况的话，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这里的话呢，我们大家呢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性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应当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作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事、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又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
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读这一段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境况。在这里的话呢，就是呢，虽然我们世界呢知道有神，但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并且的话呢，不但是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世界上的话呢，这个罪呢列举了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的话呢，这些呢我们也看到了啊，看在了眼里。而且呢，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话呢，很不幸的是呢，也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呢所妥协，也将这个神的这个警告啊，认为呢，就是说啊，作为圣经的权威的话呢，并不当做这个权威来尊重，这些警告的话呢，也当成了耳旁风，因为这个遵从了这个世界这个风潮。我们看到这个前道讲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不法的事情，这个比如说这个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但最后的结果呢是在这个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话呢，其他的方面的话也有很多不遵从神的地方，列举的这个地方的话是很多很多了，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列举了。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就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世界上这个认为，以前很多年以前的话，认为这个毒品是这个无有争议的，认为这是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因为它这个，因为人的这个吸毒啊，这个上瘾啊，这个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不但个人伤害，这个家庭啊和种这个这个种种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毒品的这个大麻的这个合法化，这个到处呢各个州的话呢不断的就是说基本上都是成为这个合法的这个business 了。所以呢这很多的时候的话呢，看到眼里呢是非常痛心的，其根本的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甚至很多的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的话呢，认为呢这个圣经的这个放弃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教训，因为的话呢不把圣经作为这个神所不变的这个教导。我们看到教会的历史的话呢，这个事情的话呢也非常的不幸的发生。你比如说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甚至到20世纪当时呢就是有这个对美国教会比较冲击比较大的，就是说这个 liberal theology， 就是这个自由派神学的这个对于教会的冲击。这个时候呢，虽然今天来讲的话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是呢影响呢直到如今，因为呢就是脱离了这个神这个正统信仰的这个教训。你比如说基督的这个福音的话呢变成了一个就是做好人好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也变成了一个好的老师，十字架上的复活也成为了这个被他们来讲的话，这些这个 liberal 这些自由派神学的话呢就认为这个是没有的事，因为这个是这个神迹，这个跟科学不符，所以呢就变成了基督不是复活了，是他自己当时是在十字架上昏过去了，后来醒过来了，就 Jesus woke up。所以说我们总懂的这个怪象的话呢，到对教会的后面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也使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罪行的话呢，因为神离弃了神使得这个世界上的罪呢有很多的泛滥。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要再回归圣经当中。当年这个马丁路德的话呢，他
因着这个看到罗马教会，当时没有基督教和罗马教会的这个天主教的差别，只是一个大公的教会，但是因为啊，马丁路德看到了当时这个偏离了这个正统的信仰，不将圣经作为神的这个教训，所以的话呢，他呢就开始了这个伟大的改教运动。当时的话呢，就说马丁路德的话呢，改教运动的话呢，当时历史上我们知道，就说面临了很多的这个阻挠，因为好像是全世界，包括当时的罗马教廷，不但是世俗的这个政府，而且呢，对于教会来讲的话，都是攻击他，而且很多弟兄姐妹的话，因为不认识神的真理，还在当时的在律法和罪当中挣扎。他们很多弟兄姐妹的话呢，没有办法，只好呢去买教会当时买的这个赎罪券，来能够给心理当中有安慰。但是呢，这偏偏偏离了因信称义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呢，当时马丁路德的话呢，他并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他呢就是为了讨主耶稣基督的，要得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大胆的站了出来。就像保罗当年站了出来一样，使徒保罗呢，在我们下面接着看，是在十节到十二节这里，他在讲到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当时使徒保罗不但是面对着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那些的攻击和迫害，他最使他痛心的是弟兄姐妹的对他的误解，因为这个不认识神的真理的话呢，对他的这个教训呢，这个置若罔闻，并且的话呢，这个甚至到一个地步的话呢，教会呢因着福音真理的缘故的话呢，而面对着很大的分裂。不但是弟兄姐妹对他不理解，甚至在使徒当中，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的话呢，甚至大使徒彼得的话呢，都当时的话呢都是。有些这个说一套做一套的这种问题，所以的话呢，使徒保罗当时呢面对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他在这里的话呢，他讲到的话呢，他真的不是讨人的喜欢，他所行的这一切呢，是不是为了得到人的欢喜，是为了得到神的欢喜，是要得到神的心，而不是要得到人的心，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他所做的这一切的话呢。为什么要顶着这样的压力？为什么当时弟兄姊妹对他的批评误解？他呢就说，为什么还要继续的坚持？为什么他有这个坚持呢？因为他要得到神的欢喜，他要得到神的心意。就像历史上马丁路德一样，当时的话呢，他面对的不但是整个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这个当时神圣罗马帝国。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罗马教会呢，都站在他的这个对立面面前，他呢好像是孤单一人的事。这里的话呢，我再讲述一下，当他带到这个被押解到这个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面前，当时呢，他称之为呢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这个体制，所以的话呢，既是国家机器呢，也是教会。当时这位罗马。这个皇帝呢就问他，就说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呢就问他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就说 You must give a simple, clear, proper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ill you resign or not?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这样讲到，就说你马丁路德，你看到的话，就说你要不要去反悔，收回你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
这个讲法，你要不要收回 recant？ Simple answer， one simple answer， you recant or not？ 下面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马丁路德的回答。马丁路德是这样回答的， unless I can be instructed with evidence from the Holy Scripture,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Amen.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 unless I can be instructed with evidence from the Holy Scripture,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God help me. Amen. 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到一个当时的这个场景，你好像全世界都站在了你的对立面，但是马丁路德这里回答就说，除非是圣经告诉我，我认知是不对的，除非如此，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能够收回我所讲述的这个道理，因为那个道理是从圣经来的，说这是我所在这里是我所站立，我不能够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求神呢帮助他。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马丁路德他讲这个事情好几百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愿马丁路德这个话语呢，今天再一次在我们教会当中，在这个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回响，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站立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当中，任何添加在圣经我们所领受的圣经当中的这些，我们都要警惕，都要撇弃，而那些教导我们的，不管是谁，不管是有怎样的显赫的名声，或者怎样的权势，我们都应该像马丁路德当年那样都站立得稳。而那些所教导那一些别样福音的，就像使徒保罗所警告的，他们是要被咒诅的。为什么马丁路德是这样，这个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坚持？他是有两点，也是使徒保罗为什么要那样坚持的话呢，也是同样这两点。第一点，这是关乎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神的教导和话语，这是我们福音的纯正性，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与基石，这是至关重要，这是关乎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非常重要。其第二点的话呢，是也是关乎其他人的这个得救救恩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纯正福音的真理，我们只会瞎子带领瞎子，盲人带领盲人，不会给别人有益处的。我们传福音还不如不去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话呢，再一次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领受神的话语，求神呢祝福我们，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也警惕那些别样的福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当中的话呢，其实讲到的话呢，就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任何在耶稣基督上面添加任何的，他们都是要被咒诅的。不是基督加什么福音加什么，而是唯独基督，唯独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讲，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放胆传讲。
即便是你被人误解，即便人不愿意接受，即便这罪恶的世界敌视你，但是我们今天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放胆传讲他的福音。在最后的话呢，我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呢做一个总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所以说，让我们再一次啊，回归圣经，回归主耶稣基督，唯独基督，再一次回归这纯正的福音。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低头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的以加拉太书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有颗智慧的心，能领受啊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福音，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心，能够警惕那些在纯正福音上添加了任何的那别样的福音。主啊，再一次啊，给我们以智慧，给我们以能力，也给我们以 courage， 使我们能够勇气，有勇气能面对这罪恶的世界。虽然世界的潮流不断的变换，但是我们在你的福音的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让我们像使徒保罗，像马丁路德，像历世历代的圣徒一样，能够我们今天能够为你的福音做那美好的见证，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将你的属天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也将你的纯正的福音带给我们周边的人，带给这罪恶的世界。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